好，不要讲废话啦，大家安静。OK， 刚刚我才讲到一半啊，这个本格不灭啊，这些啦，这种东西就是用石杖的石头，给一个平安八度。All righ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的练习哦，好像没有做完，对不对？做了。这边的这个练习，下面的这个。这个。我两个这个不做完。这一题做好，最后一题哦。请看一下你们能答好不好？最后一个还没有哈 ，hash 的。这个还没有做完呢。hash 还没有吗？还没有。OK，hash 的话，请你做电话收起来，可以吗？电话不能收起来。现在做一下 hash。你们的练习。后面的练习第四页这一个，做快点，不要懒惰，你连读都没有读。这个是它的啊，它有那个 flow 啦。第一个是八六零丁，对不对？然后到 meso 嘛。然后第三个是 new 嘛，说第四个就是什么咱们 do， 发展。动物对不对？是。动物刚刚还讲，你讲不跟方案发展啊？来嘛，这三个 OK， 来我们看 ，zaman 好不好 ？zaman logam。哦，对啊。Okay, zaman logam. Dianggap 是预测啊。Okay, 预测是在2500年前啊。然后 zaman ini， 写吗 ？Okay, zaman ini boleh dibahagi kepada zaman gangsa dan zaman besi. Yes, 一个是用gangsa，一个是用besi的。然后 masyarakat logam 啊。他们mengamalkan cara hidup yang berbeza daripada masyarakat sebelumnya. Ha, kan Neolitik 有点不一样. Segala aspek kehidupan terus mencapai perkembangan dan kemajuan. Yes, kemajuan tu ya. So, 他们所有的一些生活已经开始发展了，开始进步了。就是有不是一样的。不是可以大水平，不要紧，你看。
关系。不是吗？咱们从。It's okay， 没关系，你们写大写就好了。So pada zaman ini terdapat masyarakat bertamadun. Zaman masyarakat bertamadun ini adalah 文明社会了的。啊，也是 culture 啊，这些出现了的。然后无就离冷巴蜀汉在河域附近，然后中东呢像黄河，黄河就是大家都上啊，黄河，黄河就是中国的了黄河啊。然后苏玛利亚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有达马顿、摩西、古巴、古埃及这些哦，我们图目下一个版本会读到的嘛？古埃及是怎样的？黄河是怎样的？当时的达马顿。黄河就是很熟河喽。黄河因为它，我们叫黄河是因为它的河是是黄色的，啊那个、很多那个泥浆。那个黄，那个黄河，那个黄河是不是很脏？要来的那个黄。那个泥浆是有用途给他们，啊，那个泥可以变成他们的。真的，农作物、种菜那些的。来第四题，你们可以 try 一 try 先 ，try 一 try。我随便 try。第五，你们那边看第五页啊 ，Nogasi zaman prasejarah。对对，纸上什么没有咯？纸上没有啊 ？OK， 没有关系，这样子我直接给你们讲啊。像那个顶嘎尤啊，顶嘎尤沙巴呢，在我们沙巴边，它是出现在巴留里丁的。耶、yeah, ，它在咱们巴留里丁出现，然后。罗马代呢是在美索里丁。没错。好像问这个没有咯。他不会这样子问啦、啊，可是至少有一些你要知道咯。罗马代呢，它是在尼奥里丁。尼奥里丁。然后瓜尿呢是在巴尼奥里丁。瓜尼亚巴留里丁，瓜恰，瓜恰呢？它是美索里丁。瓜哈里猫是罗岗。我这边有答案了的。这些全部在课本有的吗？你们去翻课本。哦，我没有。要背哦，没办法。当班是八六。有很多山的八六零。八六零零。然后真的让七六。没错。Sungai Tembeling Pahang, ini lokasi sejai logam. Lembah Benam, ini kita tahu di Lengong, ini adalah logam.哎，那这个就是我们农段里面有的，你看吗？瓜恰呢是在美索，然后罗岗是冷巴本南苏埃登伯林，在罗岗这个边这边这一面，你们的农段你们放回去，你们的农段后面的那个 part， 你们有发现到？这个 3.5 这个 part， 咱们 prasejarah di Malaysia， 所以这个 part 呢，我们就会看到，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就有一些原始人的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啊，出现过的。Okay，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原始生活，他们这些历史学家啊，他们看回去哦，大概出现在40000年前，就是40000年前呐、啊。哎，40000年前，我们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有这个原始人 ，OK。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 zaman 啊，我们有什么 zaman 巴留里丁，有 mesolithic， 哦。可是，在东南亚哦，我不是给你们讲过 mesolithic， 我们称它叫什么啊？我们不叫 mesolithic， 我们叫它什么？原始人，有一个字。这边不是有啊，这边科技人 ，How been here？
OK， 它跟 Mesolithic 是同一个年代来的。在东南亚，我们没有 Mesolithic， 只有 Halbinian， 或者是叫 Zaman Epipaleolithic， 比阿夏的高的。为什么呢？你看，还有给你原因。第一个，Ciri-ciri Mesolithic seperti di Eropa tidak ditemui di Asia Tenggara， 就是说那一些 Mesolithic 里面的特质呢，在欧洲啊，因为我们的历史啊，这种原始的历史啊，通常我们是参考欧洲的，所以当时这个欧洲的这个 Zaman Mesolithic 在东南亚哦，它没有出现哦，它没有这些特征 ，but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特征，叫 Halbinian。OK， 然后也就是说 ，Benua banyak alatan kerikil lebih 我们叫一些叫石头啊，哎，就是容易碎的石头。Kerikil lebih， 我写这边，我写不到。Kerikil 是石头啊。石头，然后那个 rebe 是易碎的，易是哪个易？容易的易啊。就是容易碎的这些小石头啦。Yang digunakan pada zaman Paleolitik， 奇怪，你发现到，其实，在Mesolitik的时候啊。很少会找到Zaman Paleolithic的一些特征，但在东南亚，我们找到这个Zaman Mesolithic的时候啊，也是Zaman Halbinian，我们发现到很多很多石啊，在Paleolithic曾经用过、出现过的一些石头，所以它完完全全跟那个Mesolithic的特征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变成了我们东南亚比较 special 的地方，Zaman Halbinian。就是这样 ，OK， 然后它的 flow 是一样的，巴留里地，然后到好比天，到什么？到什么？到 Neolithic， Meso 是第二吗？巴留 Meso Neo 跟 Logam， 把在阿夏等来的，我们是巴留好比天 ，Neolithic Logam。Meso 是没有，我们没有 Meso， 我们是 Halbinian， 不是中国 ，OK， Halbinian， 然后才到 Neo， 才到 Logam， OK， 要记得啊 ，OK， 然后在马来西亚哦，我们的这些原始人的这些地方啊，通常我们会在哪里找到？第一 ，Penemuan lokasi tinggalan manusia di kawasan gua， 在山洞里面哦。在山洞里面找到，或者是一些比较开放的，就是 open 的一些地方，就是没有 cover 的啦。然后第二，我们找到他们一些什么布阿拉丹巴杜用具啦，他们的用具像石头的用具啊，跟那些罗钢的用具。罗钢做模型。第三呢 ，Benemuan manik 叫什么 manik？manik 就是猪啊。猪，这个猪啊，哦，老师你讲的，然后那猪他讲的猪有谁？猪啊，他们找到那些他们留下来的猪啊，带着的那种啊，跟等比高啊，他们找到这些东西，还有嘞，鲁基山瓜咯。森林的壁画啦，山洞里面壁画啦，还有乌吉拉板图嘞 ，yes， 乌吉拉板图像板图古书啦这样，乌吉板图是雕刻在石头上雕刻的一些文物啊，他们找到，所以在哪里找到呢？以下我们就去看这些罗卡西，啊，这罗卡西简单吧，你们要把背起来，不是背起来就把记起来啦。巴留里地就是什么？像沙巴沙巴，通常在沙巴沙巴比较多。沙巴沙巴，这样顶加 U 啦，瓜尼亚，记这个，记这两个起来啦，比较常听到的。这，瓜尼亚还有顶加 U， 沙巴沙巴 ，Mesolithic 的呢
general period， 这个也是很常听听到的。瓜马那也是很常听到，还有瓜恰这三个。Mesolithic。像别人啊？像没有打过哎。没有打过，我讲我讲，因为我们要 study smart 嘛，我不需要把所有的记完，我们记几个出来就好了。啊，我们 study smart 嘛，我们头脑不是 computer 的嘛 ，OK， 我记一个那些比较常听到的啊，常听到的题目，那些词啊。Neolithic 呢 ，doubling 咯，这个 doubling， 然后还有那个啊 ，general period 啦。也是很常会听到的。还有个什么？我打八中好像听过一次，这个三个这个。然后最后一个罗甘啊，罗甘这两个把记起来，苏麦德伯林还有伦巴伯纳。哎，苏麦德伯林不是出来了吗？有他也是有。Sungai Tembeling 看到吗？圣丹尼尼克，所以Sungai Tembeling Neolithic 跟罗岗它都会有存在。马西希，这个是八万的吗？这个是马西希，就是 after 拿比出世了之后，这是什么龙？Okay， 然后第六这个呢，我先不讲先，因为第六个啊，它是讲在这一些罗加西咱们 cross 加拉哦，他们找到些什么东西，它的证据啦，证据这些原始人曾经在那边生活过啊，这个我们之后我们再讲，也蛮多的，这些啊，然后找到一些 ideal fact 刚才我讲到是什么 ideal fact 就是人类的一些关于到他们怎么样埋葬。哎，埋葬的方式啊，之前我们注意读到埋葬的方式。OK，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考试是考报几？报啥读？报读啊，读读。报读不了。啊，读还读哎，所以你报啥也了？报啥都没有教，没有说没有考。报啥都读。报啥都根本。是我们 memorize 那个什么啊，成分题呢？那个去读啊，那个是 K 八题目啦，可不定啊。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史加拉？老师已经给讲出什么呀？还是什么？全部的都有那个 tips 吗？啊 ，please 啊，老师已经给 tips 了的，可以去读。不懂了，没有，我不会，不懂你没有想跑，这个帮不了。OK， 好了，我就先到这里先。放学你就去精神。对呀。好了，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我是在下个星期。你们再给我确定。